蛮飘香的，应该是。我转了，别这么多转一转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准备了这个鸭货，花了100块钱，准备了老婆和孩子最爱吃的这个鸭脖，然后我爱吃的鸭头，顺便买了点这个鸭翅啊，鸭货，这么些鸭货啊，今天搞个麻辣鸭货啊。炒好了啊，再放到锅里面。还蛮多的啊，已经吃好几天了。这个放冰箱里吃就行。对啊，这个料比较多啊，我就打在屏幕上吧。还有一个浓汤宝，一罐啤酒，酱油，扔掉，牛肉粉，然后是水。烧开以后算起，给它煮个30分钟。我们已经煮了30分钟了。这个藕片放，这也是超好吃的。盖上盖子，再给它煮10分钟哈。哇，蛮飘香的，应该是。咱们开盖啊，大火给它收点汁儿，再煮5分钟，然后关火。盖盖给它自然放凉，浸泡一下，这样的话味就足了。晚上就吃这个啊。来点汤。三个。先煮2道吧，感觉3道好像有点多。先从鸭脖开始，买的，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。人呢？那溜啊，是吗？是。老乡了，现在。我在哪？别那么多炸的上。家人们尝一口喽，这啥货都有，你要吃哪个就吃哪个。不辣吗？不辣，可以。嗯，藕片可以啊。藕片贼软，脆脆的，哎，我都看到丝了里面的，嗯嗯，蛮是爽。嗯，黄姐姐，来点到，干杯！前面干杯！为了美味的鸭货，真的味道很好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脆脆的。尝尝这个鸭翅。真的，嗯，怎么这么长？没切。嗯，那这个蛮是香。嗯，蛮是香。尝那个鸭头啊。嗯。哦。蛮香。鸭头这个它不是肉不是散的嘛，里面汤汁很饱满。哦，鸭头怎么吃？怎么吃？我感觉鸭头最好吃，下锅后吃。嗯，鸭脖一点都不辣。哇，举给你的小羊。没事。嗯。给穿上给的。哈哈哈。才做了一个小时，2个小时。嗯，点中饭的时候把你喊能干一样。
成就的厉害了没呢？现在五点，晚上八点才能吃，因为要泡一泡的。我本来计划是那样的，哎，压脑，哇，哦，绝了绝了。鸭头嘛是大锅，鸭头好吃。我吃点泡面。泡面也是辣，稍微放凉一点。100元买鸭货了。嗯。100元能吃这么多？这里面的一半已经给送朋友那儿去了。我咋不知道？我在里面没有动静啊。엄마가밖에들어가나갔지这么点了，一会儿用汤水泡吧。香槟。点个柱，三连刀耶！好啦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辣。还行吧，主要是你能吃辣，不是不辣，我嘴唇都煮了现在。我也是麻麻辣辣的嘴唇。你挂着两个香肠呢，现在。